今天要来开箱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这个牌子。真的是什么呢？哇，我的乒乓球。还有这个。哇，阿丁的乒乓壳，想见。哇，那个包包，打开。之前的包包去哪？打开。哇，还有里面那个袋子。哇，你是这个珠光色的透明袋。之前姐姐是。这个询问度超高哎！之前 BLACKPINK 联名的时候我有买，然后这次联名我又买了。对，每次成员背出去，大家就问那个包包是哪里买的？对，询问度真的超高。可是这个卖完就没了。那你旧的嘞？我旧的是黑的啦，然后这是出珠光色。其实它有出两种颜色，但是我不可能两种颜色都买回来，因为这个蛮贵的。蛮贵的。那就是一个塑胶而已。对，就是一个塑胶而已。哇哦！我切换，这跟女孩不一样。不一样。没关系。你想要放下？那就不是那个了，没关系嘛，这太多了。那我要怎么装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开开，你开开看。这个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我都不知道。好了，这只是一个盒子啊。这是真的吗？哇。是什么颜色？好像跟我平常的颜色一模一样，差不多哎。这是什么？玫瑰金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会怎么开的？哦，哇，好美啊！这个，哇，那就是 iPad。对，这是我买给我自己的。哇。我买了一个新的 iPad， 哇哦，赞哦！可是我没有全部买啊，它其实这个有手机有一个套组，那还有一个吊饰，嗯，然后那一个吊饰要1000多块，我真的买不下去，嗯，它就是一个吊饰。你说这个如果一年换一次是还可以，因为手机壳其实不太会坏。对，然后这个包包层也是用了一年，好像也没有坏，除非割到了，因为是塑胶，如果割到可能。但是不会割到啊，然后你去试割，没有啊，你就是可能刮伤啊。这是妈咪新买的平板，嗯，骗你的啦，这是要送你的，你相信吗？你知道为什么要送你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不喜欢，有目的性的奖赏。其实这一个月来，我跟妈妈有发现你明显的改变，你一到礼拜完全不看 iPad， 都在认真看书。嗯，我跟妈妈觉得你真是太优秀了。我们真正要做自己的主人，对不对？周一到周五不能看 iPad， 对不对？要认真努力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妈妈买了一个平板送你，因为你一直想要苹果，对不对？谢谢。你很开心吗？开心啊。妈妈要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不是什么东西都是比如说我成绩考得好，然后我们换取奖励，不应该是这样。成绩考得好是你自己为自己做的决定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妈妈要送这个给你？是因为你这一个月来，你是不是进步很多？你回来会不会自己看英文？会不会自己看国语？会不会自己算数学？是会不会自己找事情做？嗯，看故事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？那你是不是英文老师是说你英文进步很多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从你开始背英文单词开始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不是很开心？那自己管理时间，对不对？很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看到姐姐都自己管理时间？姐姐这次考试是不是考得很棒？所以我知道你很喜欢 BLACKPINK， 而且我们也不一定买得到演唱会票，所以妈妈就想说，这个是对你比较实质的奖励。你有开心吗？这半年那个保护膜都快没了。哇，苹果，开心吗？酷哎！哦，这是假苹果。现在有真苹果，好大个哦！它可以再大，还有假手机，跟姐姐一样棒，对不对？嗯、其实现在上国中，功课很繁忙的。嗯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还有假手机哦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